日前，大嫂许冬冬在微博晒出一组美照，并配文：“像我这样丑的人，只有不化妆才能看，所以阳光心态吧。”照片中，许冬冬身穿白色上衣，搭配牛仔裤，在床上摆弄玫瑰，娇媚艳丽，表情纯真宛如少女，傲人上围十分抢镜，春光无限好。网友纷纷评论：“像你这么美的人，化不化妆你都美。”流浪，你注定要为我绽放。